这里嶙峋壮观的海岸礁石，这里吹着咸咸海风，带着热带气息的空气里，有着台湾岛屿万年前海运而生，由汪洋大海中拔地而起的身世背景。这里是南台湾的垦丁，辽阔的热带森林，浓荫遮天，藤木交错，生活在其中的生命仰赖着这里独特而丰盈的生存环境。而每年季节到的时候，远方的朋友翩然而至，甚至选择这里繁衍定居。不论来自天空或者海上，他们奋力绽放出最璀璨的光华，在这片海角乐园中共存共生。这就是垦丁与众不同的样貌。四时吹拂过原野牧场的海风，冬季时节长驱直下的落山风，都会相逢在这处，洋溢着热带迷人风情，又带着原始迷宫般迷离气息的礁岩森林中。车行平峨公路至垦丁，放眼竟是蔚蓝的台湾海峡。当斗笠状的尖山出现时，即开始进入恒春半岛。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是港口西以南最大的森林园区，保留有大片的原始生态。漫步其中，探访自然，也可以体验不同的森林步道。那我们大门进来，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大马路。大马路是主动到我们这个游客服务中心，然后这个右边呢就是说健康步道，左边这一条路现在我们站在这个位置，那这一条步道是刚做的，那这一条路线是通往清明道，那这一条路线上其实是很棒的，很近。在我大一对解说呢，就会问游客啊，说你们这边是不是经常来？假如说经常来，那一般游客这一条路线是比较少走，我就带他们走这一条路线。然后他们就发现到，哇，怎么森林游乐区有这一条路线，这个植物非常这么美，这么壮观的啊！哦，等一下，哦，各位啊，可以发现到这个白龙溪啊，那个气根啊，是非常壮观的，非常漂亮。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大致分为第一、第二区，从游客中心至观海楼为第一区，步道路面宽广平坦。第二区则是较为原始的高位珊瑚礁植群，以及许多珊瑚礁裂隙形成的峡谷，地形地质丰富多变。整个园区走一圈大约三小时。啊，所以我们现在进来这一片森林哈，这些都是主要是什么树种？这个毛树，树树科毛树这一类的植物。那这一个哈，我们看了它的树干哦，就是以黑色比较多啦，黑灰色哦。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就是说那个青苔啊，跟那个地衣啊，有的像这个美景一样啊，啊，这个是地衣哦。它现在是没有水分了，所以说比较干燥。那整棵树树干呢，它的心材是黑色的，所以说又叫台湾黑檀，因为它这个重量比水还重。所以说我们不能拿这种木材哦丢给那个溺水的人哦去救他，他一抱到这个树头已经沉下去了，他死得更快，他是白影不清了。所以说高做那个什么高级雕刻品啊，哦，非常棒。那个为什么叫毛树呢？因为它的果实有这个哦红褐色的那个绒毛，所以说叫做毛树。那个果实可以吃，就是熟的时候呢它掉下来软了才能够吃这样。
除了毛树外，这片森林中的植物个个其实都是来头不小。以高位珊瑚礁植群为主的森林，在气候、地形等因素综合影响下，还兼容了热带季风雨林的景观。然而，终年炎热、潮湿、多雨的环境，土壤流失得相当快。尤其珊瑚礁上土壤层浅薄，生长在裂隙中的植物必须各凭本事争取空间和养分。这个时候，植物间的竞争丝毫不亚于动物的弱肉强食，而其中白绒更是生存竞赛下的佼佼者。这个是白绒区，是垦丁森林游乐区呢，这一个第一期的绒丝哦。那这一你看这一种白绒呢，它气根非常多，而且非常旺盛。那其他的植物没有像这个白绒的霸气强势啊、哦。那跟它相比，你看它的气根非常多，然后到地底下变成柱子根，然后这个侧柱就一直往这个四面八方一直扩展出去，老树头已经腐烂掉了，然后这种树还继续生长。那这个巴拿马他们国家呢，说这种树为不死树，那我们又多一个那个名称了。对啊，其实没有错啊，它老树头已经死掉了，那这棵树还继续生长。那我们看，这其实它这个不是原来的老树头啊，这是气生根出来的。那变成柱子根啊、哦，那柱子根有什么作用呢？那这原住民呢、啊，他就拿这个柱子根哦，比较直的当横梁，树皮呢可以当绳子来煮草鞋啊，在、哦、很多用途。那这种植物最大的一棵是在印度，它的直径达到1公里，那是世界最大的一棵白榕。白榕强悍的生命力令人称奇。然而举目望去，一树成林的景观却是生存竞争中自然演化出的原始机制。白榕靠着四面八方扩展出的枝干长出气根，增加呼吸的空间，再以气根垂到地面伸长入地，加粗成为具有支撑能力的支柱根。靠着它们，白榕积极扩展地盘，在支柱根四处林立，分不清主干在哪里的白榕林下，我们看到以缠乐、绞杀赢得胜利的竞争，正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生态现象。漫步穿梭在这处迷宫一样的林间步道，除了感慨生命的多样很惊奇外，走出迷宫，却更见识到了大自然的神来一笔。这个叫银叶树，为什么叫银叶树？银叶树因为它是叶片哦。那银白色的贴弧性的绒毛、啊嗯、它整个都是银白色的，所以叫做看起来很光亮了、啊、所以叫做银叶树、嗯、那银叶树呢，它是属于梧桐科的、哦、另外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啊、就是说它的种子、哦、这种形状，那这边有它的绒骨、哦、它是这样海漂过来的，然后在这边上岸生根发芽。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有边的这个板根啊，那这个板根有什么作用呢？那这个银叶树是不是很壮硕高大，也支撑它的重量，使它不容易被风吹倒。另外一个就是说板根的另外作用就是说熬大的时候、啊、阻止这个土石啊被水冲走。我们这个树林哦，银叶树现在已经400多年了，它是算台湾哦，也是属于国宝级的那个树种。那板根哦，现在都1公尺高了，在我们台湾本岛是找不到第二棵这么大的那种种。可能游客来了，一定要到这边看它的板根哦，拍照留念。关屏东的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有多种路线可供选择，从北部南下高雄，除了国道3号公路外，也可由省道台1线至丰港，接省道台26线，经恒春再抵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
若由花莲、台东出发，则选择省道台九线至丰港后，同样衔接省道台二十六线，经恒春抵达目的地。旅游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新辟有台北直飞恒春五里坪机场的航次，并行驶有多种大众运输工具，交通动线相当便利。景观丰富令人目不暇及的森林步道，正是进行森林浴的最佳场所。然而过去曾经作为林业试验用地的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在只有世界各地引进的珍稀植物供学术研究。水生植物池中有种类繁多的停水植物、漂浮植物、浮叶植物、沉水植物，供游人认识观赏。全区千余种热带植物中，外来引进300多种，仙人掌类200多种，并依特性规划出不同区域。生态的多样，食物的不虞匮乏，自然吸引了许多族群驻足园区寻花访觅。在我们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里面，我们常常见到一只很大的白色的蝴蝶，它飞得非常慢，那个就是黑点大白斑蝶。黑点大白斑蝶，这里的人都俗称那是大笨蝶，因为它会就是会装死啊。当你抓到的时候，它就会假装死掉一样。如果你放在手上，一会儿它就跑掉了。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一颗就是港口马兜铃。那港口马兜铃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蝴蝶的幼虫的食人。我们在这一区里面的港口马兜铃，它有两种的蝴蝶的食饵，就是黄伞凤蝶跟红纹凤蝶。那我们如果说往这边看的时候，这边只有一只红纹凤蝶的幼虫。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是黄伞凤蝶的蛹，不过它现在已经羽化了。那当它在结成蛹的时候，它必须要吐两根丝哈。它在这个地方有两根丝，它必须要做一个固定然后它下面也有一个地方也需要固定。当它在羽化的时候，它才能顺利的羽化成功。要不然，它如果说有断了一个支点的话，它可能就是它的一生就到此结束了。那我们另外这边看，这边还有一个那个红纹凤蝶，它们都是就是需要吃这种港口马兜铃来维生的。所以它们羽化以后，它们在产卵的时候，它们一定会找像这种港口马兜铃来产卵。台湾产的蝴蝶种类及数量，令当年的日本学者趋之若鹜。然而，吸引日人眼光的不仅止于此。西元1906年，日本人为了研究热带植物在医学和经济上的作用，于垦丁地区设立了龟子角热带植物园，即今天的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这处于光复后规划的森林游乐区，在1969年开放民众休憩旅游，百年后登上恒春半岛最高的眺望点。纵观历史，一览这处曾经名列世界十大植物园的全台第一座热带植物园。这边视野更好的话，整个景观都看到了。对对对，我们这个观海楼是森林游乐区这个地方最高点，而且顶楼这个地方呢，什么360度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看这个整个森林游乐区啊，这个树冠群非常完整，那表示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什么烂垦的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啊非常漂亮的。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这个东边呢是属于那个太平洋水域，对的。然后南边呢就是巴士海峡、鹅銮鼻这个南端，都看得非常清楚。那这个西侧这个地方呢，就是台湾海峡。大尖石山呢，就是那一块大石头，这个是
垦丁这个精神标志。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尤其是每年呢、啊，从十月份到这个第二年的三月份呢、啊，这个地方就是说东北季风非常强，就造成我们这个地方啊，就落山风了。因为它那个风势非常强啊，所以说我们这边呢、啊，在这个 S 上面比较高的地方啊，它被这个落山风啊吹成了、啊。就是说在逆风的地方，这个枝芽容易被它扫断，所以说逆风的方向啊，那个树枝没办法一直往前方生长，那这个顺风的地方呢，它的枝芽不会被它吹断，所以说这个树呢就变成顺一个方向这个生长，所以说好像被风剪成一个形状一样，就变成风剪树。一般呢就是在这个落山风，我们这个恒春半岛可以看得到，在高海拔呢，像这个北道山呢、啊，或是在这个义山呢、啊，也可以看到这个风景是这个形状。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位于交通时速都相当便利的恒春垦丁地区，尤其近年来热络的观光活动，让垦丁大街上餐饮林立，各种风味小吃一应俱全。住宿则有收费大众化的民宿、旅馆以及度假饭店等可供选择。然而，热门的旅游季节仍应提早订房，才能留下美好的旅游回忆。对，它为什么这个白榕的幼苗会在上面长呢？因为它茄东哦，这一棵大树哦，上面有那个凹槽啊。那为什么可以长出那个白榕出来？因为这个都是鸟类的功劳。鸟类吃它那个隐花果之后，然后在这边排泄出来，因为它那个种子没办法消耗。排泄物啊，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凹槽的地方就有水分啊，下雨的时候它会储存那个水分，然后这一个种子就在这边那个萌芽出来，然后因为白榕的气根非常发达，所以说它就把这一棵茄冬呢抱起来。白榕啊，气生根啊，这一个缠热现象，它也可以把其他单独的竹枝哦，比较小的，然后把它那个塞管导管截断。然后这个气生根呢、啊，然后继续往它这个这一棵树木啊的那个地盘啊往下生长，躲起它那个位置，然后这一棵树啊被缠热的就死掉了，反正这个是一种那个可能侵略行为啊，植物也有啊，然后它的枝条就一直往横的地方生长过去，这样。整座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位在恒春半岛最古老的垦丁石灰岩台地上，全区遍布厚达100公尺以上的珊瑚礁岩，行走在周遭景物曾经来自于万年前海洋的步道上，不禁让人敬畏起自然宇宙的更久和永恒。因为我们这个位置比较高啦，所以我们就叫它为高位珊瑚礁。那我们在台湾这边呢，不是我们垦丁才有，像小琉球啦、啊、港山啦、啊，或是那个硕山啦、啊、高雄的硕山，这边都有这个东西，珊瑚礁啊，就是说以前这个地方是在海底下，就是8万年前到12万年前，那个地方才有在海上。然后为什么这个树木可以在这个岩缝上来生长呢？这个是靠这个形状，这个根啊，它也释放这个二氧化碳出来。然后溶解于水，然后根呢其实是现在是很细小的、啊，有洞有孔的地方它就钻啊，然后光合作用啊，呼吸作用啊的关系啊，一直把它溶解，然后一直成长，一直
下去，最后这岩石就会裂开了。肯定是你会去这边呢，就是有那个仙洞啊，东西啊，这个银龙洞啊、仙洞啊，还有苏醒宝穴啊，这些都是溶洞啊。啊，这个我们第二期啊最远的地方就有那个一线天，或是这个大峡谷这一类的，这个是比较长、比较宽的。我们这个是属于那个第二期哦，这个第一峡。那第一峡就是以前哦，这个早期先民呢、啊，就是一个隘口，就是横村这个地方通往这个满洲一个古道，一个隘口。那有先民呢，或是原住民就在这边呢、啊，就是围捕以前的野生的山羊或是野牛，就是在另外一端哦，把它堵死啊，做一个障碍，然后就把那个山羊或是野牛赶到这边，像瓮中抓鳖一样，就一个跑不掉、啊。这一个抓野生动物的一个地方，这个还比较宽呐、啊，所以说称峡。那前面就是说比较狭窄，就是一线的，那因为就是一线呢，一个线那么宽那么窄哦，才能看到天呐、啊，所以叫一线天的前面。一线天光，透过万年的高位珊瑚礁倾泻而下。更添自然宇宙的奥秘，即使林外艳阳高挂，裂隙中却是恬静清凉。位在第二区的七元崖，人为干扰较少，20公尺高的陡峭珊瑚礁上，却见台湾猕猴自在来去。不论选择哪个季节来到这里，只要踏上遮天蔽日、凉风徐徐的林下步道，一场森林浴，一堂地质课，一出活生生上演的生存戏码，这些饶富知性的体验都可以在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宛如迷宫的步道上穿梭而过。